啾啾，你很厉害哦！这位帅哥姓王，他就是图书馆馆长啦。哎呦，请注意画面中的人物。哦。哎呦！哇塞！话题性人物。哎，这三个人如果凑起来做一个节目，应该蛮厉害的。啊，我进去了。哎呦喂！啊，我也进去了。我不爱，我不爱，我不爱。哇！哎呦，如花哥来啊，惠子。哎，阿雅走了啊，许纯美来了，如花走了，你记也掉了。屋子里剩下谁？王彩华、许纯美跟惠慈。答错。哎，吓一跳。许纯美跟惠慈还有蝴蝶姐姐。喷一下。好，我给你们一个提示。哎，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哇，孙悟空。哇，这头发做都做不成这样子，而且这样子还是可爱哎，对啊，吓一跳的感觉。来来，我给每一个提示，没有没有，剩下的都是宪哥的最爱。彭于晏，彭于晏，好像有宪哥嘛，男，惠慈，男，嗯，就没有了，就两个。好，来来来，许纯美、惠慈、阿雅，喷，完成，剩下。许纯美跟宪哥，两个许纯美，哦，他有分身呢，出过这种题目，偏方的答案很有创意，有你的，两个许纯美跟我，我根本天生那么开明吗？没有到哎，在里面呢，因为你是有佛心来的啦，佛心来的猴子，没有答对了吗？没有人答对啊，没有喷我哎，没有，没喷他，哦，是因为还没喷呐。好，再猜一次，彭于晏是我想问啊。彭于晏，你刚刚答得很接近，你少一个。惠慈跟许纯美，恭喜你答对啦！虽然感觉有点像在瞎猜，但是还是要恭喜彭于晏又答对了一题。房子里面剩下的是惠慈、宪哥以及许纯美了。Oh my god！ 但彭于晏最高分的三题，哎呦，还有机会侯昌明哦。最后一题，请看。请看画面，猜句成语。哇，一片安静，这只是意志的，不要想。这会很好猜吗？这是形容词。比如说，跟我洗过三温暖的人，都知道我的身材就是这样。大而不当，嗯，对不对？大儿子不当出去，恭喜答对了。啾啾，你的反应很快哦，头脑相当灵光，真是让人刮目相看的。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儿子到当铺来，把小儿子当掉换钱，却不当大儿子，就是大而不当的意思咯。至于大而不当真正的意思呢，是形容言语过度夸张，不着边际的意思。请问你猜对了吗？今天的冠军就是由累积6000分的彭于晏获得，可以参加我们的机会命运2选1哦。选择机会或命运，可以决定奖金双倍或者减半。累积6000分的彭于晏，能够带走12000元奖金，还是只能拿走3000元呢？好厉害了！机会在右手，命运在左手，努力在双手。对，1/2或者1倍， okay, 1万就差很多。3000或12000，你看差很多。好，我选机会。你要机会，对，为什么不要命运？你不相信命运？我相信人是可以操纵自己的命运，机会是要靠自己双手去争取的。讲得好，还是机会。宪哥，你每次美女都会给提示，你帅哥也要帮人家一点吗？哪有，上次我他就没有给我提示。我把他没错啊，美女他就会给提示啊。上次王彩华那个，我把他提示到一半那一边。你好坏，选择的是机会，对。确定？哎，这个意思是还是命运？哎，你只要回答我这个问题，我就给你答案，好吧？你在讲什么？猜一点交往过吗？哎，
其实这问题可以问，我们还蛮想听的。怎么样？大家好像听哦，悄悄话好大声。命运，傻傻分不清楚。老公，老王，傻傻分不清楚。蔡依林，蔡万林，傻傻分不清楚。好的啦。林志玲，马志玲，傻傻分不清楚。王中平，王中平，傻傻分不清楚。讨厌。哎呀，白痴，傻傻分不清楚。那就好。那你很丑是吗？究竟彭于晏有没有跟蔡依林交往过呢？嘿嘿，等等就知道了。最年轻的服装师上节目竟然遇到超级瓶颈，三个月花了6000。我猜，我猜，我猜猜猜。阿雅，白痴，傻傻分不清楚。那就好，都一直是朋友啊。嗯，那你很抽象，一直是朋友啊。你有喜感呢，你。我是儿童界的蔡依林。看到帅哥就勾引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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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机会好了啦，机会好，我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好吧？啊，12000还是3000呢？哎呦，耍帅，两个都要，传给我们，你穿这样在搞笑，人家很丢脸嘞。恭喜获得3000元奖金，机会在这里，1/4啊，不错，不小，还是很好，还是很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听说，好好好，马上进入我们下一单元，叫做是真的假不了，真的吗？真的假不了。当中有一位是假的，到底是谁呢？欢迎第一位曾青梅，欢迎曾青梅，45岁，新竹人，耶耶耶，啊啊啊！你好，各位，好。他如果是假的，你们猜中的话，就把他挑出来，好不好？好的。阿姨公哦，他一个月可以卖10000多罐的花生。John 是哦，花生 John。约翰的妈妈是花，因为花生酱。哦，阿丽娜想要做花生酱。嗯，因为咱无读书啊。哦，那给他做花生酱。哎呀，客气了啦，比较重要。现在会读书的也不一定找到一份好工作。一个月卖真的吗？10000多罐，一罐卖多少钱？我马上有信心。多少钱？一罐多少钱？120而已。他的一个月营业额就120几万以上了，哪有？他的卖10000罐，你干嘛那么惊讶？事实如此啊，一瓶120嘛，嗯，那你卖10000罐，那你是多少？不要省，就120万呢？你是吓到是不是？而且哈，他这一个东西有个很大的特点，连马总统也都爱吃。哎呦，有听过了吧？有哦，新闻。马总统好像真的蛮爱吃花生酱。是啊，哎，你是有祖传秘方的？主要是他个人，他有研究，然后他有一些熟客人，是直接他会涂在身上，把自己当夹心是不是？才闻得到香味。是情人节，你已经有画面了啦。哎，就算是情人节涂那个也很难弄。哇机。阿力公哦，一天可以制造几罐？一天啊，差700-800吧。700罐。网络买得到吗？可以可以。你去买海贝哈，要等1.5个月才买得到。是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很认真把它做出来啊，客人要买啊，你不知道放在哪里啊，直接找了一个东西，你先打你哦，我来切啊，把它藏起来哈，藏起来，对，藏你都藏在哪里？藏在后面，后面。
没有啊，后面应该可以尝一两顿了。怎么不吃吧？你好坏。你有没有觉得他好开朗？对啊，你跟他讲什么都 OK。所以他生意会好，他本人也是个活招牌。一定的。他的人可以有事没事无聊就他店里去拉比赛的，对吧？我就把他拉来了。马总统吃了20几年了，下乡还到你们家去住。嗯。哇，交情这么好啊！真的哦，马总统去你家，那你有跟他说什么吗？我跟他邀，我们邀请他到我们家来住，邀了20几年都没邀到，只有马国碧来。马国碧邀马总统，我听你的哈啦。关键制造过程是炒花生，对对对，员工要一年以上才学会。炒花生什么秘诀？你刚炒花生呢，要控制火候了。火候，对。火候啊，要唱口诀歌吗？哎，炒花生，炒花生，炒炒炒炒花生，炒炒炒炒花生。好一个爸爸，